这里住了20年，那现在这样一夕之间房子没了，那心情真的很差。情绪溃堤，红了眼眶。4月3号强震后快要一周，家园依旧是禁区。新北土城沿河路滑下，因为地震梁柱变形，即使是做支撑工程，依旧是黄单，53户无法返家。眼看安置日就到今天，接下来该去哪，没人有答案。希望侯市长拿出他那天的所说的话，拜托他帮快改，赶快帮我们，这样是不是很可怜？一个家等于就这样，等于就是回了。后面回去改墙。站在有小孩立场，我实在再也不敢回去入住了。一楼柱子钢筋已经爆出来，扭曲变形还断裂。管委会更发现建筑图有主筋20支，箍筋改用4号钢筋，但一楼的两根柱子主筋都少了7根，甚至掺杂8号钢筋，就连外箍筋也变成了3号钢筋。质疑是偷工减料，公务局也承诺将派人核对。目前爆开来的100%都是有问题的。哦，所以说，而且支数都偷掉的支数都是一样，因为它本身的钢筋量不足，我们不敢住啊。假设这个住的钢筋数量是不足，已经是事实的话，那不管怎样，它就是要补强嘛，哈。华夏物林31年，当初负责的基宏建设，即使101年已经被汉堡开发建设买下，但后续如果真有偷工减料，当时负责人依旧有法律责任。住户们只盼市府能帮帮忙，让家园尽早恢复原貌。TV 新闻王新堂、江雅婷、新北总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